小王回来啦，小王，想我了吗？这么久没见了，怎么了，弟弟都变黑了？我问你话呢。问啥呀？不想。为什么？我都想你了，三天不见，能隔三年。小王，快点亲呢。真香。这三天不见的小王就是真香，再亲一下，哎，这小王真舍不得我，吃个东西吧，这手都要牵上。你有这么想我吗，小王？谁牵谁呀？你牵我呀？你牵我呀？这两天自己睡是不是度日如年？谁介绍自己睡呀？那你跟谁睡啊？跟妹妹。跟哪个妹妹？那你让妹妹晚上来咱们家睡，我看看好不好看，看看你的品味怎么样。怎么不敢呀？能碰上我这么懂事的姐姐，这么明示你的，一来，哎，姐姐长得挺美的。Hello Hello， 我是李大美。小王今天回来啦，今天在做饭。那你说话不好说了，这就是我正常说话的声音，就是如此的温柔，如此的贤惠，是不是？小王，西红柿炒蛋，拌个面，这个面呢是手工面啊。你还要放平菇吗？小王回来真好，我解放双手了，不用做饭了，不用当老妈子了，不用接送孩子了，我可以睡到自然醒了。哦耶，真爽。那明天没有延时课，3:20就回来了，开心吗？放假了一天又开始了。这小王带回来的酒，茅台王子白酒吧，53度，我喝不来白酒。哎，你这带回来我也不喝呀。哎，这里有两瓶是吗？一瓶这瓶是没有开封过的，然后下面那一瓶是喝你们上次喝了没喝完的是吧？哦，那晚上喝吗？来点。你觉得我每天早上7:30起来，走路去送孩子，不是坐公交车去送孩子，然后走路回来，辛苦不？我明天你开车送。明天我开车送，我不送。真是的，竟然让我开车送，我要睡到自然醒，我要睡到下午。不要煮我的，我不吃，我减肥。我打嗝了，我吃了很饱了。我刚刚路上买了鸡排，买了薯条，还买了豆腐，买了酸萝卜，然后爸爸还买了鸡骨架。好了，我减肥，我不吃，我已经吃可饱了。认真啊，真的就煮三碗呀。一、二、三，你这个面我好想吃一口呀。哇，你弟弟这个好香呀。给妈妈吃饭。讲甜甜呀！嗯，但是我怎么觉得这碗看着好吃啊？因为我刚才酒，爸爸给我搅拌了呀。减肥人，减肥魂，减完就是人上人。是的，那么个大胖的妞妞，我都没有吃面，你帮我吃面呗，妈妈。刚给人吃了凉皮，我也有。妈妈减肥呢，妈妈就吃一口。妈妈喊你减肥。妈妈胖不胖？那谁胖？这几天没做小王吃的饭，真是甚是想念呀，真好吃。我减肥是认真的，我从103.2斤呢，瘦到100.6斤呢，我瘦了不到3斤，我是认真的，我就是每天这么吃的。老公买的鸡架骨真香，鸡骨架。这妇女的生活呀，刚刚吃完饭完又刷碗。天天如果不用做饭就是要刷碗，刷碗跟做饭每天必做一样。哎，女人这一辈子其实挺难的，你说吧，又生孩子，然后又要做家务，又要赚钱。还是那句话，社会对女人呢真的是太苛刻了。要求的真的太多太多了，这夫妻之间呢，小别胜新婚，这一走啊，一回来腻歪死我了。哎呀，
说老婆你一会儿赶紧洗澡咱们抱抱睡觉觉吧，哎呦才几点呢、啊、9点多就开始约我要睡觉啦，这么早睡的吗？我这视频也没拍完，妆也还没卸是吧，然后还没洗，这一回来他又给两个孩子洗澡了，现在在房间里面给他们穿衣服。你9点多洗澡要睡觉啦？这么早？那我还没洗澡嘞。过来，这是谁呀？搁不住到谁带孩子啊？都是跟这河东狮吼一样，所以不要说女人是泼妇了，男人带孩子也是一样的。只要谁沾上孩子，再温柔、再知性、再优雅，人都会变成你给我过来，叫你不听话。你们等我会儿，我去洗个澡。这卸妆啊，都得先把隐形眼镜卸了。这隐形眼镜一摘啊，这个眼睛才是我自己的颜色，我的眼球比较黑。洗澡去啦，等会儿。洗完澡了，最近的皮肤啊真的是白里透亮，可能是因为老是宅在家里护肤，所以皮肤呢是由内而外的发亮，就算不化妆的情况下呢，脸都比脖子白这么多，是不是？色差是有一点大。今天给你们推荐个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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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东西啊，就是这个眼霜啊，它是韩国进口原料的鱼子酱蛋白金眼霜，它这个原料呢是韩国进口的啊，然后里面是含有鱼子酱还有蛋白的一个白金眼霜啊。这么大瓶看到没有，一瓶有60克，一瓶就是正常眼霜的3瓶的量啊，不对，正常眼霜是15克，这个是60克，是4瓶眼霜的量啊。而且这个给你们做到了一个福利，是2瓶呢是69.9，然后4瓶到手99。我建议你们去拍4瓶啊，因为这个东西我给你们看啊，它打开是这样子的，味道呢是一股特别清香的那种天然的味道。它有配一个勺子啊，这个勺子你记得每一次都要弄到这个黄黄的啊，一次用一颗，一个眼睛呢弄半颗，是吧？然后用手涂一涂，我是涂的还有一点多，其实还用不了那么多。这样子呢会避免你的黑眼圈、眼纹、细纹、干纹通通没有了。这个眼睛也涂上。它是非常非常的滋润的，而且呢完全不黏腻啊。既然是含有鱼子酱蛋白啊，只要你不觉得奢侈呢，我们呢一样呢给它当成面霜来使用啊，全脸都是可以涂的，全脸涂的感觉啦，我就觉得我的肌肤呢是嫩嫩的那种。话不多说，这个东西好不好不是我说了算，成分配料表说了算。镜头转过来看看，这个是包装啊，看看上面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一些功效啊，功效也都在上面，日期也都是新鲜的。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配料表啊，看到没有，鱼软提取物、金水解胶原，还有赤藓醇啊、鱼母啊，这些都是比较靠前的啊，所以放心使用啊，这个东西是绝对含有鱼子蛋白的啊，所以这个呢你们可以很放心的去入手啊，当眼霜当面霜啊，一物两用还是很 OK 的啊。眼霜既然能当面霜的话，皮肤肯定会比较好，因为呢这个东西呢是含有胶原的，含有鱼子酱的，鱼子酱是干嘛的，抗衰的，提拉紧致肌肤的，一年差不多也就用个4瓶左右吧，所以我建议你们99元去拍4瓶到手啊，然后能用个一年，你面霜也不用买了，眼霜也不用买了。小王已经准备要睡了，我们也要睡吧。这一期分享到这了，这不，小王，你出差回来见到我开心吗？问你话呢，不开心滚，滚。开心不开心你还躺在我这儿，讨厌，男人都是口是心非。拜拜。